好啊，嚟到咧雞車皇杯嘅頒獎台咧，今日咧有一個特別嘅組啦，就係咧參加老友鬼鬼柴娃娃杯嘅渣乾李杯，好特別嘅分組名啦。咁啊，捉到咧身邊咧就係女子組嘅得獎車手傲然咧，同大家傾下偈啦。咁啊，傲然啊，今日咧相當出色嘅表現啦，喺呢個咧分組裏面咧贏咗咧女子組嘅獎項，自己咧係咪第一次玩賽車啊？係啊，第一次玩。第一次玩賽車就有咁理想嘅成績，可以喺女子組裏面贏咗冠軍，自己嘅心情係點咧？心情啊，好興奮啊，估唔到啊！咁啊，其實今日咧一路揸落嚟，雖然你第一次玩賽車啦，你自己覺得個場地咁大，架車又咁嘈，自己一路揸落個感覺係點啊？揸落去個感覺其實好爽噶，我中意玩呢啲刺激嘅活動嘅。OK， 咁啊喺今日嘅決賽嗰度啦，你自己發唔發揮到賽前嘅部署？決賽爭少少啦，我覺得。掟彎嗰方面可能有時急得滯，會有少少冇控制到架車。OK， 係啊。咁啊，但整體上嚟講都 OK 嘅。咁好啊，咁希望咧你有機會翻嚟玩咁啊，玩多兩次可以再揸得好啲。喺呢度恭喜曬傲然。好，多謝曬。咁啊，再嚟咧。訪問咧貴軍車手啦，貴軍柏倫，柏倫嚟啊，嚟啊柏倫，柏倫咧亦都係另一位咧揸乾李杯嘅車手啦，咁啊順利咧贏咗貴軍，我想問下柏倫啦，係咪第一次玩賽車啊？係啊係啊係。咁啊喺呢度咧第一次玩就順利贏咗貴軍啦，會唔會覺得其實如果你唔係行錯咗路，應該係世界冠軍嚟嘅咧？唔會啊，因為啲師兄讓賽啫。咁啊今日咧多謝你同巴魯入嚟玩啦，自己嘅決賽嘅發揮你覺得點啊？都是因為其他人意外炒車才上到去的。 OK， 咁你其實一路個策略係點嘅咧？決賽你諗住點樣跑法嘅？安全至上。OK， 安全至上就令你嚟到貴軍嘅位置啦。係啊係。OK， 咁啊，大家亦都睇得出柏倫係相當開心嘅。喺度唔該曬柏倫。咁啊，訪問咧亞軍車手啦，阿榮。阿榮。嚇？你阿榮？哦，阿榮，喂，可以唔得？可以睇唔到嘛？你頭先，喂，唔係喎，等陣先，笠住個頭先啦。喂，咁咧，係我哋隔，係啊，隔，唔好意思啊，唔好影，因為當事人睇我親大佬啊，大家唔好影啊。而家訪問阿榮先，阿榮喺呢度成功贏咗亞軍，自己心情係點咧？係好開心嘅。OK， 咁啊，咁啊，亦都係第一次嚟玩車啦。咁啊，今日玩落玩得過唔過癮咧？好過癮，好開心。第一次可以揸車揸得咁快咯，係咯。OK， 咁啊，喺度恭喜曬浩榮贏咗亞軍，得閒多啲翻嚟玩。好，咁啊，再訪問冠軍李嘉亨，李嘉亨。嘉亨係咪第一次玩小型賽車啊？係啊，第一次玩。今日咧，其實你好犀利啊，因為咧每大家都係自己嚟玩啦，你帶埋細佬嚟玩嘅，細佬成績點啊？好似都唔差嘅。OK， 咁你兄弟其實有冇諗過即係點樣即係走下位啊？咁樣就係互相進攻下咁樣。都冇嘅，真係試就玩下啫。OK， 咁啊，完全冇賽車經驗嘅。冇啊。咁啊，第一次玩就係贏咗冠軍，你會唔會覺得其實自己都係天才車手嚟嘅咧？絕對唔係啊！都是啲師兄讓賽啫。OK， 係啊。咁有冇玩啊？打下機咁啊？平時賽車都冇乜，都冇嘅，即係完全零經驗啊，都冇。係啦，零經驗。今次一個唔小心就贏咗啦。一個唔小心五千。咁啊，你滿唔滿意自己今日嘅成績同埋表現咧？玩得開心啊，最緊要。嗯。玩得開心得㗎。OK， 咁啊喺呢度再一次恭喜曬嘉亨啦，贏咗冠軍啦，咁啊得閒再翻嚟玩啦。好多謝。OK， 好，多謝曬。咁啊呢度咧揾渣乾李杯嘅訪問咧，亦都差唔多啦。喺呢度咧，多謝。